春春一生昂宝为爱横甩前任，感情更紧密，提高反击。吃你的，喝你的，用你的，花你的，那是你有能力，你很棒哎。这晋升为医师娘不久的萱萱，被大12岁的林姓医师老公捧在手心秀喵喵，不止把车子过户给他，连2500万的房子也是夫妻共有哦。如今萱萱却被曝婚前用尽心机，因为他的医师昂原本还有个交往多年的女友。本人并非公众人物，情感知识乃私人领域，并无可受公平之处。本人已与律师讨论提告加重诽谤罪，林医师敬上。对此，萱萱和医师昂16号透过律师发声明反击。萱萱受访时表示：“我想我真的遇到了一个 EQ 和 IQ 特别高的人，和老公感情不会被影响，反而让我们的感情更紧密。”苹果新闻网稍早也接获爆料，指萱萱当初和林医师交往后，林医师的前女友一度求复合。当时啊，萱萱曾帮老公打电话给女方，跟女方小以待意，展现大气。后来女方因故离职，也不是因为和林医师分手，而是工作表现不如预期。对此，萱萱说：“对我们两夫妻来说，很多人都是人生的过客，存在感恩与谢谢，一起成长，祝福彼此。”娱乐动新闻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亲自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快更好。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